高考最后一堂考试，等考完我们去耍嘛。有哪些人要来嘛？饭馆啊、班长那些都要来的。我们先去 KTV， 然后我们再看深夜电影。我还想去压马路，哎，好期待哦，肯定很好耍。哎呀，就是啊，就是啊，哦，等校门口见哈。哎，拜拜。对。各位同学看一下哈，答题卡事件密封。最后一场考试的话，大家打起精神，再坚持一下。英语精读卡一定要仔细的填，不要填错了，不要填错位。好，答题，公平吧。考试已经全部结束了，哎，已经有同学走出来了。第一个同学，哎，同学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是今天考试的你考了吗？我觉得挺简单的，考个140应该没有问题的。这能说吗？这不合适吧？啊，终于考完了，考后面想要去耍吗？那可对不起，我妈妈刚刚说我的人生会变成这样。你都找了个反锅吗？反锅要去，你问他就行了。我今天还有点事情，果然你还出来耍吗？我要去旅游，今晚的机票。